午安，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呐、啊！有没有看今天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像是听说是棒蛋糕，对，柚香抹茶。给你们看，先吃一口看看。嗯，午安，好肉哦，超级柚子，好，哈喽安冠杰功夫之手朱心当 Eagle 洛克，哈喽哈喽，午安呀。午安，午安。午安。Hello, hello。咦，好多帽子，没有，没有，没有。我帽子就 好像挺多的，我刚刚往后一看就蛮多的。Hello 小叶在内裤啊，紫婷樱开北极星秋日红北极分大师 Hello Hello 呼应Hello， 你有没有看我的柚子抹茶？我刚吃了一口柚子，超级柚。我来吃一口抹茶看看。嗯，很好吃哎、欸，说实话，很可爱。嗯，那么快、啊、要走嗯、哦、加油 Hoin， 加油加油，辛苦了，今日会今天会到 Hoin 耶、yeah! 期待礼拜天会穿来吗？你拉拉没有，我才是拉拉。Hello Hello， 坤坤博云 U 加，谢谢吉明周送的 Popcat。Hello 林里尔卡丘，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再来吃一下。哦，我拉拉，对，我是拉拉。嗯，我终于有时间下午播了，有没有翘脚？今天没有。Hello 玉人，谢谢龙魂阿强送的掌声鼓励，久违的帽子，没错，就是冬天才会出现的帽子，要赶在生日会前。对，今年终于是生日会。来得及了，谢谢慧香送的红玫瑰。Hello Hello， 思默默季风亮。Hello 人哥，午餐是手摇饮，没有没有没有，午餐我有这个，哦，但我没有要把它吃完的意思，它很好吃，但是我不会把它吃完。我的午餐呢是大家已经看了它三次直播都有的同一盒。没错，这是同一盒。
我的牛肉从生日那天吃到现在，大家真的不要学我，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坏掉吧。对，第四天的肉有点硬，它变牛肉干了。等我一下哦，我把它微波一下，看会不会好一点。它有点变牛肉干的感觉。等我一下下。哎呦呀！谢谢维基芬大师送的红玫瑰，肉很容易坏，还行啦。到底有几只牛肉？我不知道，就是他们买两份，然后就吃不完这样子。然后我就吃。超硬的，但是我牛筋，刚玲玲是不是说不太懂翘脚的梗是吗？那是因为，在拍那个之前，就是我们有就是同一个场景，然后走过去，然后大家都翘脚。大家都很习惯坐下来就翘脚，然后导演就说：“那我们再拍一次，不能翘脚哦，就是不能翘脚这样子。”我说：“再拍一次，我们不要翘脚。”然后我们说：“哦，好。”然后再拍一次，结果再拍一次坐下来的时候，我又很顺脚的翘了脚，顺脚的翘了脚。然后我就是到一半就是啊，完了，我又翘脚了。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以为没有收音，只是拍脸，所以大家脸都很淡定。然后就要翘脚了，然后旁边人就没关系，这样哦，这样。对，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细节，就是这样子。才会有后面的彩蛋，长这样。没关系，然后是不是 take 没有啊？没关系，完之后，哦，根浩龙是你吗？没有，不是 take two， 就是那时候导演就说好咔，然后就换下一个角度了，就是因为那一段是正面、侧面特写都就是拍好几次这样子，然后正面的那个角度就是在我翘脚之后导演就不拍了，我想说完蛋了，是不是我要翘脚了，所以导演直接放弃这个景了，结果并没有，导演就真的放了我翘脚的那一段。那段很自然，很好笑。那段就是真的傻瓜就很吵，你就光看那一段你就知道为什么傻瓜一直被说很吵了，就是随便一个啊，我翘脚旁边就是那种鬼叫的，就可以知道了。应该没有跑很多次超商，跑很多次啊，我们就是01下来之后就是我们了，我们就是跑，真的跑很多次。那个字念旁，对，我知道那个字念旁。欸，但是我那时候讲完根浩龙，我很怕就是没有礼貌之类的，但是我就是脱口而出了那个根浩龙，我想说，我就想说怎么办？人家名字被我这样乱念，非常抱歉啊，我不是根浩本人哦，真的吗？打闹是 say 好的，就是导演说你们两个
打闹这样。谢谢花生纯魔术送的相守之心，谢谢李猫头的分享。我就是跑很多次，但是也没有放什么这样，但真的跑很多次，我们大家都跑了很多次，除了阿丽，阿丽跟小晴是跑最少的。哦 ，SQRT， 怎么弄？那是怎么弄难念？谢谢叶白的分享。各位，我吃完了，终于，我吃完了，我吃了四天，我终于吃完了。因为小晴没有跑什么啊，小晴不是只有后面，小晴只有最后一段出来跑步哎、欸。SQRT 等于啊、哦、等于更好，太难了吧，太难了吧，哦 S 打 SQRT 哦，太难了。英主同盟的权利吗？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对，我们是什么？我们对，我们前面也先跑，但好像没有用。但是我们前面有先跑很久，然后跑了一大段，结果好像没有用。哦，好像有用大概三四秒吧，就是我们前面跑了很久的那个特性，这样真的跑了很久。真超累的，那个摄影大哥超累的，他就跟着我们一起跑，一堆歪照。我没有，因为我不累，因为我不累，就是没有。那时候已经中午了，那时候已经中午了，不冷了。我们是清晨跟晚上超冷，但那时候跑步的时候是已经中午的时候，所以就是不需要，虽然很冷，但是其实不太需要暖身这样子，可以不用。还没吃便当，你居然会不累？没有，因为只是跑跑步而已，不会累啊。哎、欸，拜托，我是林奕宇呢，哪有那么容易累的？拍吗？拍什么？我要拍什么？你一人哦，我有看到那个新闻，但是我是没有歪照啦，因为第一我跑在中间没有我的照片，第二我冲到就这样在跑，然后他们说要严肃我就这样，开心我就这样，所以还好不会拍到我的歪照。对，跑了大概从中午吧，12点多跑到晚上5点，然后快5个小时，因为我就夹在中间啊，所以就是不会拍到我啊，这真的不会拍到我，
我的重点画面是跨，对，我的重点画面是跨栏杆，然后就跳下来那个，然后还有那个翘脚是意外，因为我不小心翘了一个脚。想看别人没有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别人的外照，我看一下，那个笑跟众筹彩，我们跑步的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到底是要什么情绪在跑步，然后就是完全不知道哎、欸，然后我们就自己乱玩，就是哎、欸、我们开心一下，哎、欸、好像严肃哎，那我们换严肃好了，看我都在乱玩。我先，那叫什么？给你们偷看，深写真哦，但是不会是这张的，因为要正面。但是我很喜欢这张，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看大家今天有发，但是我还在那个修，精修一下。调个色调，拍个板这样子，所以就是还没有用好，但是可以给你们先偷看一下。后来给你们偷看一下，修了快一个月，没有，因为就是看到了才敲完，被直接我看到小晴那天。直播，对，没有哦，不好意思。对，不好意思，但是是马尾，就是很想变马尾这样。没错，深写真，但我不知道我的深写真是哪一张，又是啊，因为右脸就比较瘦啊，我的右脸就比较瘦。用左脸，哎，今天看好像还是我变胖，哎，不要 ，no， 不行，正式升血可能拍不到的嘛，对，没有正式升血就是放下来的，大概就是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之类的。怎么突然说？因为我在看侧脸，然后突然觉得怎么最有这一块，然后就跟你讲，好，没关系。但，对，但这就是不会放出去的，因为是侧脸这样子，然后是马尾，深写真不会有的马尾，印出来就深写。对，我会发。Hello， 叉叉叉叉叉 ，X， 我看一下，双下巴也要做立牌，不要双下巴，不要，给你们看那个洗发精广告。好像我是最后一个吗？我是最后一个拍，不是，我是倒数拍的，但是下一个人还没来，所以我在那边玩，就说姐帮我拍洗发精，快快快，我难得放发，帮我拍洗发精，然后在那边就是用很久。姐姐帮我手就是抓着头发放下来之类的。有 live photo 吗？没有，因为它是那叫什么相机，就是专业的那种拍的，所以就没有 live photo。还是我看一下有没有？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有没有侧拍。我来找侧拍。嗯，姐姐是人说对单眼拍的，要不要真的洗个头？你都真的洗个头，然后闪一下吗？
看看前一秒不小心拍的前一秒，然后放下来，这是失败款。你说发那个吗？洗头发吗？洗发精广告，这样会不会有那个厂商来找我？好好笑！你看，这是未修图版本，好好笑。要不看撇烟版？为什么撇烟版想要的是飘逸感？很飘逸啊，不觉得吗？可能要跑起来，原来不是自己，也有自己了，但就是试了好几次，但是其实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感觉。给你们看看，我找一下正常的，正常的正面，但是正。哎，怎么办？我后悔了，跟你们说，因为我都存不正常的照片，就是正常的只有侧拍照，然后我的那种跟姐姐要的照片都是那个就是这种，就是侧边，就是平常生写真不会放的那种照片，那个洗发精广告之类的啊，我应该要跟姐姐要几张正常的。我没有删掉，是我没有要，我没有跟姐姐说这个也传给我，没有。天哪，好好笑、哦！这才是镜头，好，没关系，等我，等我，我会放的。噔噔，等看，那这个嘞？美的不哦，很会讲话艺人。我看一下，就是学生的自拍，学生的自拍，哎。有没有回到学生时光？好学生哦，我的天哪！刚刚这才是我看一下，你说这张吗？这张现役追坑。没有，我不是啊，我今年12岁，还没有上，还没有上，哈就是不太能放，嗯。好，我看一下当天的照片，当天就是上学非常不情愿，有没有？看起来超不情愿的，心不甘情不愿，怎么要上学的那种感觉。哪个郭小生？粉红色水手服，没错。就是难得穿的水手服。我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吃便当了，再来就是吃便当的照片了，然后就是换运动服的，对，这个昨天有，然后那个上课中间偷吃巧克力这样子。喜欢蓝色水手服吗？没有，我其实对水手服没有特别的憧憬，但就是喜欢粉红色的制服。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傻哥啊，就是要粉红色啊！果然就是粉红色的制服，好快乐、哦。就是那个上课
偷吃那个巧克力被拍到这样。对，是少女的一天，少女的一天。有影片。哎，我看一下要讲什么。是不是太大？正在录音。什么很大？是不是太大？正在录音。哦。是不是太大？正在录音。是偷吃巧克力的我。我觉得电影模式会乱对焦，乱跑。大概就是像这样子，就是边吃然后。是我之前拍的时候，就是蛮好的、啊。你也换新手机啊？大概长这样。后面的人在讨论，然后换新手机哦。这好像是就是摄影姐姐跟小慧，然后问，他们问我说之前 Max 是不是太大？我说对 ，Max 很大。然后就是问什么要换什么手机，要什么，就是反正在聊手机的话题。不是我之前拍的时候，应该讲蛮好的、啊。你也换新手机啊？就是我朋友的手机。嗯。这就是。你们看我有巧克力你没有的那个表情有没有不错吧运动服没找到没有运动服有粉色的但是因为是就是我们觉得不要我们跟公司说我们要红色的就是全部都红色的这样子因为他们那时候找的运动服是那个对有粉红色但是因为我想就是制服已经是粉红色了红色蛮好看的对小慧就说没有没有小慧说她之前玩她朋友的手机然后就是蛮好用的这样子对Hello 杨公公出风 Hello 我看一下哦我知道了啦那个崩照比较多的是跳舞的时候跳舞的时候崩照比较多林雨在干嘛这是一个学生的日常这是中午算了朝天辣椒纹，你吃辣哦？我今天我吃蛮辣，真的假的？因为它才很辣，对，不愧是辣意思，就是辣。那我今天是学生会会长，哦，你今天是气质的，因为他是想要拉拉拉，我是气质，拉拉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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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红色运动服，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是红色的。我这样会不会加？带多少东西？是不是没有啊，这个是那边的。怎么样？这个不知道是谁带的，反正就是放在那个便当区这样子，可以。行哎。可以。来看林雨。可以吃。小琴被辣到了。没感觉。太棒了。一项那个樱花学院专访这样子，对，布丁特派员。
是呀，组成吃辣同好。对，我们两个真的都是吃辣的。刘导会剪辑花絮，听说有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听说是有花絮，刘导的。对，好像有。我看刘导没有放什么，就是。刘导的内容可能少了点什么，我在做补充这样子。我里面也是蛮多奇怪的影片的。会有吧，官方应该是有。可以期待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我们的包包都是特别，就是都是每个人长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东西。个人搬花絮，啊，我没拍什么。我跟你说，因为我那天就是因为是学生，所以不能涂口红，但是因为我的眼睛。他们帮我画的有点太深邃，所以我就整个就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就是眼睛很深很深，但是嘴巴没有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太可怕了。然后我就打开那个镜头，就觉得、不行，完全不想拍，就是所以我就没什么影片这样子。这个后来可以带回家，有，我们后来都拿回去放在公司了，因为这是。导演组买给我们的包包，我们当天就是领包包，哎，很开心。导演组帮我们买的，一个人一个包，脏都乱画。可是不是，就是，对，有点多了，放在公司。对，这应该不是去年，不是，我们都是全新的，是我们的自己的包。没注意到大家都就是那个、配饰都不一样，像这就是小晴的小狮子，然后这是我的一个萨库拉徽章跟那时候运动会的缎带，虽然大家可能就是不会知道那是运动会的缎带，但我现在跟你们讲的那个是我运动会的缎带，我留着，然后留到。拿去包包，是真的，就是运动去年运动会的缎带，我完全没有动过，然后就把它用上去了。那这什么？这是雨林的吊饰，这样。然后其他的吊饰在脚，因为好像没有这么早。对，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怎么不是一根鸡腿？我找不到鸡腿。找不到鸡腿。不能偷补妆，我补了，但是被按掉了。这是我擦口红，然后他们就拿那个粉，就把我抓过来，然后一直盖我的嘴巴，所以我嘴巴的那个。红色的口红又被盖掉了，就没有了。再挂一个生乳吧。糟糕，太想玉，怎么了？怎么突然？事先就对啊，我们事先就准备好了。它跟小晴的一样，就是那个。沙发的手灯吊带，鸡腿颜色还行。刚不是哦，好的。对，打喷嚏是有人在想，对。鸡腿店那边没有便当店吗？
哦，好像有诶，学餐是吧？但是就没有，还偷化妆，没有，因为其他人都有唇色，不觉得吗？其他人都有唇色，只有我没有。你们看，等一下，我找一下。我找。那学校好像有，好像有。Gift or no gift, I am just as special as the rest of my life. 我来找找。那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有唇色？要找找。要看那个。哦，好像还行的，因为滤镜加了，就还好。好像还就是哦，你们去看好，好像看不太到，好像看不太到。三方近期好像都哦，真的假的？是因为麻辣烫也出来了吗？怎么突然？大家一定觉得深夜麻辣烫是什么？出来了吗？因为那时候好像就是不知道什么关系，深夜麻辣烫就没有，对不对？出来了吗？我看看。那个明星大侦探的其中一集，看错。麻辣烫有吗？本节目由20ES OPPO 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有哎、欸！我跟你讲 ，YouTube 上面都剪，都被剪辑过了。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看的综艺节目，叫《明星大侦探》，就是。有点像剧本杀的一个节目，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动脑的话可以去看看，对，很好看，真的很好，就是推理，他会给你一些证据，然后你可以去那个场景里面搜证，搜证完之后就是要抓出犯人是谁这样子。当天下单，好的，不想哎、欸，可是真的很好看。 Hello 志宏，Hello， 思琪。对呀、啊。为什么一直听到这首歌？他为什么就常常跳来这首歌？今天穿的好暖，没错。最快应该十二月上。对我，哎，继续哦，开始录影了。我只知道，我只看我现在目前只知道他们就是人这样子，有那个新闻报道，对。台中20，真的假的？那么热啊！好想去台中。你知道我最近就是滑那个网络上，然后一直看到什么台南啊、高雄啊的那种。美食真的很想去。因为节目改名跟变成大侦探，然后大纲是改成法证类节目，所以煞还可以在那边。就变成不是综艺节目，就变成那种教育，就法证类节目还是什么的。对，谢志宏上的告白气球，小盒子去哪？小盒子，大侦探不是小盒子用的了吗？是吗？
一兰，什么一兰？你说想吃一兰吗？没有没有没有。一兰，我已经大概两年多没有吃一兰了，因为太之前一阵子就是小时候，不是小时候，一兰刚来台湾的时候，然后超爱吃，超常吃，然后吃到我现在超腻，就是连拉面都不太吃的那种，太腻了。继续扫盲，好的，志宏加油，加油，好的，生日会见 ，Hello， 好好。那玉云喜欢包包头造型吗？不喜欢，没有，就一开始就觉得很特别，但是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很难绑，真的很难绑，就是。那叫什么？但是我找到诀窍了，但还是比马尾还要再麻烦一点。对，但是我已经找到诀窍。但一开始就真的就是举在那边，手举在那边快二三十分钟，超酸的。他们就要突然吃，很有可能编剧坏了。看，我被腾讯挖走！天哪，竟然！台中最近啊，真的假的？是哦，台中也有一览了，很棒。我现在我是看到台中的神迹新村有一个黑的地瓜球，黑色地瓜球。那我改一下，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可以啊，包包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画包包头，不用改，没关系，包包头很棒啊。你看有。我的包包头，行啊，你们还可以再看一阵子包包头，只要有五单的活动都是包包头。对啊，黑色地瓜球在你家附近是吗？哦，酷。还可以看很久，没错。看看原版的犯罪现场，原版的犯罪现场什么意思？可是因为我喜欢那种要欢乐的感觉，我想看那种综艺节目的感觉。去看。吃吃心态哦，可以啊，吃吃看嘛，一兰好吃。我要来做一件事情，我要去把我的可丽露拿出来。嘿，太大声了，我看一下有海盐榛果抹茶。我要来。名单是从韩国的也很欢哦，有啊，你有跟我推荐过，但是我还没有怎么讲，还没有找到那个，就是还没有点开来，不知道哎，可能听中文感觉比较亲切。我最近也很少看那个韩国的综艺。Oh my god， 吓死我了！差一点，等我一下，我差点要直接放在烤盘上。站起来就想说是要去拿点，没错，我就是要去拿甜点，可丽露，比较习惯听。我不知道，我最近以前小时候吧，小时候会追韩国综艺，但是我现在就是追星比较多。以前就是韩国综艺，比如说什么 Running Man 每一集都会看什么什么的，但是现在就是只追，比如说有 Super Junior 的综艺这样。哎，对，我最近大概追就是 Super Junior 的综艺而已。吓
两步三点，因为平常会下厨嘛，除非很饿很饿的时候，然后东西家里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会下厨。但是平常跟你们说，我小时候就是很爱，不是说就是都自己做。我们今天这哦不是今天，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家不是有两个弟弟吗？然后就最近在跟家里的阿姨们吃饭的时候，然后就他们就问，就是在讨论小孩的教育问题，然后说你小时候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因为可能弟弟年纪小，所以家里的人都很疼他们，然后就是现在就一点都不自立自强，超级不自立自强的。厨艺远胜妈妈的部分，对啊，哎，我厨艺真的比我妈好，我是认真的，我妈已经认可了。第一起下厨啊，当然，没空，有了，之前减肥的时候有自己下厨过。对啊，教育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就是都很疼他们，然后的什么事情都做好。都帮他们做好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问说，我就说他到现在连那个微波炉都还不会开这样子，然后阿姨就问说，啊你什么时候会开微波炉的？我说微波炉吗？哇，我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什么就跟微波炉是好朋友了。我们家三个小孩，对，我们家是三个小孩，是茶来伸手，饭来掌控，差不多，我知道，因为可能他们出生的时候家里环境就比较好，所以就比较过得比较惬意这样。你在吃的方面，不是，是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弄东西给我吃，我要自己去找东西吃。然后因为小时候就是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东西吃，就是一天三餐嘛，不是泡面就是冷冻食品，所以泡面我小时候就自己弄，然后冷冻食品就是都自己拿去微波，装到盘子里面拿去微波这样，因为小三肚子饿就会了，没有，因为就真的那时候真的没有人帮我弄东西，妈妈就是每天大概都睡到大概下午两点多这样，但是小孩子的作息都很正常，所以我可能早上九点十点就起床了，然后午餐时间我都会自己去弄东西吃。跟他们差几岁？我跟他们差一个差七岁，一个差十二岁。可见泡面其实挺营养的、啊、弟弟先不要碰，也没有，我就这样开始学呀，姐姐那个太长荡到了。我觉得是因为那叫什么环境的影响，因为小时候家里就比较不好，也没有，就是中间比较不好，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来，什么自己那叫什么，通常我回家都没有人，家里都是暗的，就是完全没有人那种，从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比较独立一点，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对，但是我反而就是因为经历过这样子，然后我看我弟真的是，我想说你不会自己弄吗？他说不会，怎么弄？我说哦天哪，但我还是帮他弄了。但我还是帮他弄，后来就想说不对，我应该教他怎么弄，我干嘛帮他弄啊？根本不像，对，大家都说，大家都以为我是独生女，就跟这个一样，就是大家都有独生女，但是没有，我有两个弟弟，然后很小这样。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啊，
但是来我忘记了，就是太顺手了，然后就弄好了这样子。他那因为他现在就是国中生，都很冷，他就这样怎么弄？哦，然后我说谁谁谁，然后我就因为我无聊就会叫他名字，干嘛？没事，嗯，然后就走了。我是哥哥下的啊，阿弟哥哥。Aki 小二大弟，对对对，小一我七岁的时候他出生，大概对，哦对，差不多小一小二。我下的。对。然后最近我发现我们家的大人都会跟我讲这些事情了，可能也把我当大人了吧，哦，开心。对，但是因为像我小时候，就是目前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功课方面，弟弟昨天才拿了那个抽考的考卷回来，然后他没有写成绩，然后妈妈就叫我算，然后算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功课很多，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功课可以写那么晚这样。21岁才没有啊，22岁啊。第一正在青春期，对，看我蛮差的，就不能演拉拉了吧 ？Hello me， 算演拉拉吗？没有哎、欸，我妈妈也超常在装可爱的，就是我觉得我是遗传到她，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天哪，怎么可以那么幼稚？我妈没有，就是偶尔。就跟我一样，偶尔会发作这样子。谢谢病送的看好你哦，你12岁，那个差12岁的弟弟。哦，没有，我12岁啊，然后我弟弟现在9岁啊，大概就差3岁这样子。不对，这样就变我有一个哥哥了，这样好像不对。该把看中的时间拿来教弟弟念书了，他才不会听我，而且他都出去外面补习。对，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以前是在省钱的，我以前就是什么习都没有补，就补习都没有补习，然后我就跟我妈说，请问我是把我的补习费都拿来给他们两个人是吗？这样，因为我小时候真的都不补习的、啊，然后他们两个补好补满嘞，老公是怎样？原来妈妈是初代啦啦，我妈妈会突然叫我，然后因为我们家有走廊，然后在走廊转圈圈，说你看你有一个那么美的妈妈这样，然后就，你可以赶快进去了，我说进去，好了够了，她常常这样哎、欸，对，我觉得有可能是遗传。上课外还要补，对啊，我想说补，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觉得上课之外还要补习真的是太累，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不补，但是妈妈还是让他们两个补，因为他们两个好像不太行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家长都是一个不安心的一个心情这样。听起来就像你以后，我也觉得好像我以后也会在走廊上转一圈这样子，生了3个还能长成这样不美，这好对，还行，但是我觉得，对，我个性越长越像我妈，其实真的蛮像的。救命啊！而且我有时候回到家，因为我床上娃娃很多，我有时候回到家，我娃娃会呈现一个奇怪的姿势，就是比如说，
他们会躺在我的枕头上，然后盖好被子之类的一排，或者是叠罗汉，就叠起来一个叠一个这样，或者是两个可能在抱抱之类的，那个我的娃娃都是我妈弄的，就他只要心血来潮就会用我的娃娃，会变成个丈母娘。我妈是怎么转圈的？她这样，她就趴在那个墙壁上说：“怎么样，很漂亮吧？”然后在那边这样，然后在那边这样，然后趴在墙壁上。然后我就：“哦，好好好，对。”所以你有怀疑娃娃自己动吗？没有，就一开始是我妈弄的。耶、yeah, ，好的好了，倒是不会怀疑。就是因为真的，一看就是妈妈弄的这样，所以就娃娃其实有生命，先不要，好可怕哦！爸爸就是喜欢这样，嗯，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啦。你妈妈在家里是不是没有给你妈妈的感觉？偶尔会，就是她碎碎念的时候会，但是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不会。她心情好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也没有，就是对，比较像朋友其实。对，除了碎碎念的时候，还有他暴躁的时候，他脾气也是蛮暴躁的。你有买哦？真的吗？这帽子很好看的。对，心情好的时候，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妈妈这样子，一直在碎碎念这样。他之前什么意思？现代的母女是不是都该用这种方式？不会觉得还好啦，不会毛毛的。对，好像大部分都用这种方式吧，好像。看来玉云以后也会变得那么奇怪吗？我觉得很有可能耶，天哪！脸颊也有胶原蛋白，有啊，他脸颊也是挺，就是蛮胖的。妈妈是双子座，没有，妈妈是狮子座，他是狮子，很酷吧？狮子座还这样，妈妈是狮子座，以后也很常转圈，很有可能欸，感觉就是不会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爸爸都会被逼着说对这样。听到玉米妈妈的话万一听不出来是这样的，真的吗？他常这样耶。我家姐姐连主菜摆盘哦，真的假的？有那么像？至少妈妈还不会去演樱花宝宝。哎，没有哦，我想想，哦，对啦，是不会去演樱花宝宝啦，好吧，好像没有那么，还行还行。柠檬塔抹茶，好吧，应该很无聊。没错，
没有演的舞台。不会啊，他可以在我们家走廊演啊。但是我们家很喜欢拿娃娃来讲话，妈妈也会拿娃娃来讲话。会演拉拉吗？不会，我们家不会演拉拉，但是会突然跟拉拉一样。怎么办？好想跟我妈一样哎！我的天啊，我也会在走廊上乱跳哎，就是这样啊，然后这样走过去，然后再这样这样走回来这样，突然，然后我弟就会斜眼看我，我弟就这样。就是如果他跟我在同一个走廊上，他就这样，就是斜眼看我，然后还要让我过，这样在那侧身这样，然后就这样走过去，然后再走回来，好像哎、欸，天哪，那好像对耶，好像一样哎、欸，天哪。其实很想参与姐姐的世界，她可以一起跟我要通话吗？但是弟弟也会突然打我的娃娃，就是因为我常拿娃娃打他，也没有我常拿娃娃打他嘛。对，我拿娃娃就是比如说木木的手，就这样啪这样啪他的头，就往我弟身上啪过去。然后我弟是不会打我，我弟是直接把娃娃啪，直接啪走这样。哎，可是娃娃不会痛啊，就只是拿娃娃打个下去而已。然后他就会打我的娃娃，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告状，然后我妈就说不要打木木。我说拿木木打他。然后他就打木木，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打木木，然后我妈就过来说不要打木木，这样子，这是我们家的日常。弟弟应该直接打我，没有，他不敢直接打我，他如果直接打我，我就会变脸。他直接打我就这样，然后他就会默默的回去，他不敢打我。这是我们家的日常。打木木。木木是一只海豚。妈妈会抱娃娃睡？不会，但他抢走了一只我的唐老鸭，拿去那什么愧手，不是愧咖吗？他没有，他是放在手那边这样子放着，这样睡觉。对。不是善果屋的，但是善果屋的很好吃，推荐善果屋的很好吃。红孩儿爱，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这你们出生了还没啊？他突然放，这好像是主曲啊。对，这是主曲，就突然放了。Hello， 嗨，流星，搞对，妈妈觉得高度正好。
认真咬下去。上古屋的真的很好吃，我平常没事就是可丽露缺了的话，我也会去上古屋买。流星雨，突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组曲，但是，五六年，流星雨。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瞬间忘了，那个是爱，它就叫爱。那这首是流星雨，有要你听吗？但是我还是有听过呀。落在我肩膀，停在那个寿星吗？没有，就是在看那个寿星，那不是尖尖的吗？就是在看从那个尖尖里面可以看到什么。然后我是小虎队吗？我不知道，反正就那个年代的，我也不知道是谁的。我就看里面有什么，但发现因为那个尖尖的被那个毛球堵住了，所以什么都看不到。对，但是我就只是想看里面有什么，然后就这样。根本不要听，什么意思？登地牌在官方场上买不到，要请洽刘小琪。再给你们看一下。所以到底有什么？没有，就白白的，然后那个洞被蓝色的毛球堵住了，所以什么都看不到。对，大家可以不用去看，我帮你们看完了。没有东西。这算不算不算爱？如果想给你牵挂，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哦，没有，就放在我的桌上这样，它就在我桌上。我一道光慢慢的洒下来。这张是上次 reset 公演的时候，上一次的，上上次十月吧，应该是十月的公演。应该是，然后之前我们就在看照片，然后就看到这张，觉得太好笑了，然后小晴就把它拿去做成人形立牌了。我以为他只是在就是随便讲讲这样子，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这样，他就说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其他人都半身很好看，然后突然有一张我是坐在地板上，然后就说太好笑吧，然后笑到在地板上，然后就是反正太好笑了，说我一定要把它做成人形立牌这样子，然后我就以为就是随便讲讲啊，因为这种哪会觉得是真的啊，就是突然姐只是在看照片，然后看到之后他说太好笑了，我一定要把它做成人形立牌这种。但以为是假的啊，结果我生日隔天，礼拜一，然后他就真的送我了，吓死我了！天哪，有好没有？你要因为是那个反差，大家都就是很正常，都是半身照，然后公演就是那种什么，就是拿麦克风这样啊一哎那种照片，就突然有一张是坐在地板上的这样的照片。而且越看越可怕，很像什么，就是那种奇怪的娃娃坐在地板上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笑到，
婆刘晓庆啊，那个林心啊，什么每个人笑都快死掉这样子。然后我说到底，他做了四个，这一款他做了四个，然后他自己一个，一家一个，然后经纪人姐姐一个，我一个这样。都不负责，太好笑！然后每个人都是奇怪的立牌。姐姐哭，我也不知道，就很好笑。输出做对，输出蛮好看的，就是输出就是不奇怪，因为那时候这张很奇怪，原因是因为在一群半身站着人的照片中，突然有一个人全身坐在地板上。很好笑，沉迷外对啊，还不错。有要拍卖吗？你说这个吗？没有，这是我的哟。嗯 ，Hello 松鼠，就大家都刷刷酷酷，中间拍一张你坐着，然后还这样，然后对，真的很好笑。对，就大家都刷刷酷酷，然后就是好看的时候，然后就拍一张我这样的照片。这是跳舞的时候，对，星空的错误，不是有一段是坐在地板上吗？我就是那一段，就是坐在地板上这样，我还拿着麦坐在地板上，就是那时候。给你们看，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但是我的眼皮还在跳。好像看不到，看得到吗？看不到。这边还在跳，是那种咚咚咚咚咚小跳。对啊，我已经跳两天了，怎么办？有吗？他开始跳的时候，我再靠近给你们看。他真的跳两天了，今天其实是第三天了，因为我从前天就开始跳了。天哪，没有，最近都没有睡好，最近太忙了，最近有点累，然后都没有睡好，还要上课。我真的觉得就是上课真的太累了。我觉得高中的话还好，但大学真的是，因为高中的话你只要请假，然后成绩好就好了。但大学就是你没到就完蛋了，真的。对啊，是睡眠不足，就最近真的太累。关于上课的部分，右眼跳舞，你是右眼。好，我今天早上原本想睡觉，但后来发现不对，我已经被扣四分了，不去不行。因为我上礼拜请假，庆功见面会，所以请假，所以这礼拜不得不去。然后就对，我是10点的课，然后我9点才爬起来，是吗？9点20哦，才爬起来这样子，再多跳几天。我之前有一次是跳很久的，但是就是一小时也赶得到，没有啊，所以我迟到，我大概10点40分才到教室，然后就补点名，然后是10点10分的课，我迟到半小时。有了有了有了，这个看不到，但他在跳，好像看不到哎。这是什么奇怪的直播？给你们看我跳动的眼皮这样。老师都很勤勉，没有，因为那就是一堂就是不重要的课这样，所以老师很重点名，叫人生哲学这样。对，通常这种通识课老师都很喜欢点名。
但是没有，可是我拿镜子看到，我今天就是拿镜子看到，我看一下。对，就看镜子看得到，但他的那个画质不好，但是镜子是看得到。用看我的镜子啊，好可爱哦！嗨，这是贝尔的签名，好了，印刷的，但还是很喜欢。坐警车感动哦，这个我知道，学测。听起来出席率有到，应该就会对对对，但就是出席率很难。对，没有没有，我那时候在跳的时候给你们看的，但是就是好像就是手机画质比较低，拿镜子就看得到了。等一下。神奇的眼皮，没错。这个是必修，没错。看到镜子里面的镜子，追偶像的哲学，追偶像的哲学。追偶像哲学有什么哲学？追偶像的哲学，不过我也是算达人哦。追偶像的哲学的话，我也是个算达人吧。对啊，经历比我们资深，有吗？你是要从追偶像开始算起，那我就是从小学应该算五年级开始的，我就是标准的那种追星儿童，那种很冷，但又不能不对，真的，我们今天在探讨人情之变。10年，跟我差不多，我也10年啊，差不多。这堂课的内容蛮好奇，追偶像达人经验谈，就是如何让偶像影响。有了有了有了，你们有看到吗？他在跳，里面你要看里面，有我看到了，他在跳，他真的在跳，在里面。有真的有，我看到了。他在里面最后面那个眼的最靠近眼球的那一层，然后会一直跳。之前有同学想开偶像欣赏课，真的假的？你可以看社课。好吧，但他已经跳很久了，好讨厌哦。放弃放弃，没关系，但就是他在这里，那已经跳了好久了，超讨厌的。谢谢刚送的红玫瑰。为什么都没有什么歌呢？探讨偶像眼皮有没有好，也能有没有跳也能播好几首。真的，我的真的是，
粉丝团有想要改名哦，对，粉丝团，对，到底要在哪里改名啊？我一直不知道，我一直对这个在哪里改啊？这里吗？在哪里改？有人可以教我炸鸡桶，我要改炸鸡桶。到底在哪里改？我每次都一整个问号。TV 才注意追星这块，没关系没关系，很多都改，对啊，该问成员哦，好，我再去摸索看看，我再去摸索看看。你知道立冬哥是我学长？有啊，你昨天讲过了。谢谢刚才送的枫叶，改天就加。好，我等下去摸索一下，看看到底怎么用。再给我调节，没事没事，就是炸鸡头跟炸鸡这样乱按。对，我等下就打算去乱按设定。Hello， 小叶。嗯，真的吗？没关系，等一下再。谢谢叶白送的 Pop Cat。反正我存炸鸡桶还能改什么？炸鸡店，炸鸡，设定就不能。炸鸡跟炸鸡桶差在哪？炸鸡桶是很多炸鸡，炸鸡就是一个炸鸡。拉拉吧。拉拉放到里面有好几只拉拉，哎，还是你妈叫拉拉，你要不要改名叫拉拉？哦，一云香香鸡，一云香香鸡，一云拉拉，拉拉鸡，九块炸鸡，九块鸡，九块鸡呀。粉丝团到期没人续约，哎，为什么拉拉很可爱？嗯，香脆炸鸡，生日 T 就是炸鸡，对啊，生日 T 就是炸鸡啊，没错。好啦好啦，炸鸡，我才是拉拉，对，你们不能是拉拉，因为我才是拉拉。我想吃炸鸡，没有啊，粉丝名字就是炸鸡啊。大家应该为什么那么可爱？我给你们看我手机的影片，大家明明就很可爱，是真的可爱的那种。你知道，因为最近上一次不是排那个樱花宝宝，然后我们就是有看樱花宝宝这样子，然后。我真的是看到心花怒放，给你们看拉拉多可爱。是，如果是陈哦，好像知道，富安老师唱歌的，对对对，想看一点比较好。为什么？很可爱啊！原来拉拉是黄色，对，拉拉是黄色的。我最喜欢拉拉，拉拉真的好可爱。我记得我还看到一集，然后那时候我直接
直接说天哪太可爱了，然后六小情就这样，六小情这样很无言的看着我，真的很可爱，跟你们说，感谢宝宝智商会，那是海绵宝宝吧，海绵宝宝智商才会下降，再见，我看看天线宝宝，呀，难道想不等一下、哦、你想不想不的动作、啊、跟我学、啊、学动作，对，这是新版的，但还是很可爱。我觉得新版的有变小只哎、欸，不是。跟你们说，真的很可爱。哎，广告，我最喜欢的一集，给你们看。对啊，我直接转到拉拉给你们看。再见，拉拉。好可爱啊！是樱花宝宝要不要直接跳原版舞蹈，然后这样给他们看，然后说不行太难了，我说啊可爱，太难了，超可爱的，哦拉拉真的很可爱，该拉拉了，现在轮到拉拉，但这个这一集我好像没有就是配音，找不到这个的那个台配，找不到，很可爱。妈妈你喜欢天线宝宝吗？好像没有，好像只有我喜欢，我们家只有我喜欢天线宝宝。我以前是租什么，好像都有租过，因为以前那个不是有录音带店吗？录影带店，然后以前就买了租了一整套的木木抱抱跟一整套的天线宝宝回家看。对对对，影碟店，对对对对对，弟弟成绩已经很，没有没有，他们也不会想看，他们也不想看，他们好像没看过天线宝宝，有吗？他们那个年代好像没有哎、欸。医生推荐，他们好像不知道。他们，我猜他们不知道天线宝宝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欸，我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拉拉神推，对啊，我是拉拉神推。哎、欸，我握手会还办了个拉拉呢。到底多爱，我真的超爱拉拉，会看天线宝宝看到会吗？很可爱啊，小时候都很期待他的那个肚子有电视跑出来采访，有不一样偶像还是什么之类，天线宝宝是喜欢的卡通人物，反正不要讲好了，不会不会，有会去买。他之前有跟一个韩国的那种品牌联名，衣服品牌联名，我买了一整组的袜子，然后还有一件衣服。对，肚子有电视，
豆角电视很棒啊。拉拉吧，我是不会办重复啦。好的，那时间差不多，我要先念个排行哦。改天穿，你说那件，那件我穿过，就普通的大学 T 而已，就黄色的大学 T 而已，就还好。对，谢谢刚才唱的《捕梦网》。天气宝，哎，我不知道天气宝宝是什么人呢、啊？好像都没有写天气宝宝是哪里来的人，好像没有哎、欸。天线宝宝，好像没有写哦。他们就是天线宝宝，天线宝宝们是科技的产物，是幻想的人物，对，差不多。科技产物，肚子也有电视，你肚子也有电视。丁丁，性别男，紫色天线宝宝，体型最大，最喜欢的东西是红色提袋。除此之外，丁丁热爱散步跳舞，经常出现跌倒的场面。迪西，性别男，最喜欢的东西是乳牛斑纹的帽子。哦，对对对，他常戴那个乳牛帽。然后拉拉，性别女，什么天线尾卷型，刮好像卡通中的猪尾巴。怎么可以说拉拉天线是猪尾巴？性格开朗豁达，豪迈大方，最喜欢的东西是橘色皮球，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拉拉喜欢玩球，讲啊，好可爱哦。英祖的丁丁是布丁啊，因为丁丁布丁丁丁丁，对啊，拉拉是女的。说一下自己的名字哦，好啊，等我一下，我先看小波，红色天线宝宝，年纪及体型最小，最喜欢的是红色踏板车，对，他常溜踏板车走来走去。然后有时很淘气顽皮，因为他有时候不会听喇叭的命令，好可爱哦。什么迪西最喜欢的东西吗？那个乳牛帽哦，你说迪西是谁啊？迪西是小慧，因为他的声音最低。大的男的，小的女的，对啊，对。B 卡是不是？我看看。这个吗？加入粉红梅花。是吗？等一下，这个截图脸太胖了，这个截图脸太胖了。雨林是小波，
我觉得因为我这次是公主头，然后就脸很胖，脸真的很胖。赶快发生写照去改服，怎么办？好啊，可能先发个，我先发个，那叫什么？那个限动，限动，先发个限动。太胖了，太胖了。但是啊，怎么办啊？救命啊！太胖了，真的太胖了。我的脸真的很胖，怎么办？太胖了，洗发精，洗发精，等一下，好像也不对，对，怎么办？我看一下，在哪里嘞？对，我看一下哦。我找一下。找不到，妈说等一下再来找。对，先念排名。谁说你胖？我自己说我自己胖，我是我。不行，我真的太胖了。我念排名，我的脸真的很胖，怎么办？第十名是朱莉安，第九名是叶白。第八名是维基分大师，第七名是杨公公，第六名是乌鱼，第五名是朱新丹，第四名是安，第三名是吉米粥，第二名是千拉咖喱，第一名是志宏，谢谢你们，耶！感谢，还有用滚，没有，我的滚筒不见了，不知道去哪了。对，辛苦了。没关系，等一下等我的照片，我等一下看看。好的，大家拜拜。没关系，偷偷的来，偷偷的来。为什么偷偷的来？清晨，但是就是太胖。好的，大家拜拜，拜拜。宣传握手会，还要宣传握手会一下是吗？我想说昨天讲很多了，今天就不讲了。好，就是握手会，大家请记得填我。就是如果有拿到的话，就要去填哦。耶，谢谢。因为每次宣传就是。感觉会比较有压力，就是不想给大家压力。对，没关系，就讲一下。谢阳公送的红玫瑰，后天还要抢过一份哦。对，后天大家要12月的公演。大家也要记得抢起来，抢起来。好的，大家拜拜。这两天要加油，加油，加油！祝大家都抢到好的位置，加油，加油，加油！
好的，大家拜拜。对，下次见，拜拜，继续玩碧旅。对呀，你在碧旅，好好玩，好好玩，玩得开心，拜拜。三、二、一，拜拜，拜拜，拜拜。没有按到，再一次，三、二、一，拜拜。